虽然没能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，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。谁笑我执迷不悟，我很满足有你同甘共苦，哪怕岁月仓促，一生的脚步在你灵魂停住，很专注，很幸福。就跟你说我一定会告你，不听话嘛，结果咧现在终于要和我和解了。啊，那你是要怎么样？本来就没有想怎么样嘛，给钱就好了。那你要多少？多少钱哦？本来上次找你们说赔个3-5万，这事情就解决了，但现在可能后面要多加个零。30万？哎，吕先生，你这样是敲竹杠哎。喂，讲话不要这样，什么是敲竹杠啊？我告你们，请律师都要写诉状的，跟他讲话都以分钟计算，好贵耶。吕先生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错哎，我们也很无奈。我们现在有诚意要跟你和解，一开口就要30万，你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夸张？怎么会呢？那好啊，我们就去法院让法官判决，反正我律师都请好了。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啊？郑如倩，我们走。我们真的要走啊？对嘛，想清楚嘛。更何况这位郑英谦是船长小开，我想这30万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事啊？哎，你不会看杂志吗？八卦周刊都有写啊。小曼丽，我们还是付钱啊。但是他这样是威胁。哎，不要这么说，小少爷。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请开庭通知，我亲自到你家跟你爸妈去请款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？接那个头啊！我警告你，你别再跟我耍那些小动作，要告我们就来告你。啊！我一定会告死你，你死定了！我告死你们！我吐出来！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所以，我们真的要跟他打官司哦？当然啊，我没有必定会输。是被我爸知道的话，我就惨了哎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跟郑妹妹解释的啦。船长小孩当假的啊，带船长拿出来，在公司附近咖啡店，我看不听啊，告你们不敢。我已经到了，啊，我律师朋友马上到，谢谢。
在开会，你在想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上次我们去泰国出差，谈的那几个平台代理权，他们在问后续的状况，我把 mail 转发给你，你有收到吗？这几家家视频看起来很不优哎。好，我会再找其他厂商。关于我刚刚说的那个，还有你提这个引进其他餐饮的提案，我也觉得不怎么样。好，我会再调整。对了，下半年的业绩之前是说要提高多少个百分比才增加奖金啊？跟上半年一样，比去年同期提高10%。是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总公司业务部有通知，我这里还有他的通知。他们应该是弄错了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要成长20%。那也差太多了吧？没办法啊。这是总公司的决定。副总，你看总公司应该知道，下半年的业绩关系到员工的年终分红，你们这样突然再提高10%，对员工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总公司有总公司的考量，大家都努力试试看嘛。我觉得很难达成，而且如果员工知道了，绝对会反弹。如果你是针对我，一定要这样做的话，为了不拖累员工，我愿意请辞，辞掉店经理的职位。你有必要这么冲动吗？我不是冲动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好啦，我会去说服总公司，把你的意见跟他们说，请他们再思考一下。谢谢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今天就到这边吧，剩下的公文我拿回去看。散会了，大家。差点就有力气生气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李湘宁。我不是说过你不准再打电话给我吗？我不会再付你们任何一毛钱的。吕洞宾，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。丽琪。太阳眼镜忘了吗？啊，这是我请设计师手工定做的，外面找不到第二副呢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刚才你那个电话……哦，是个投顾，一直想要找我投资，烦死了。我还有事要忙，我先走了，拜。吕洞宾啊，他不只是个扒手，还是个无赖嘞！要不是他拿刀，曼丽才会被逼得要打人。该不会是同名同姓吧？什么？谈判破裂？所以你没有看到赵丽琪吗？赵丽琪？你为什么会看到他？对啊，为什么会看到赵丽琪？哎呦，就那一天曼丽在跟一千讲电话的时候，
刚好被丽琪听到啊，他就好心要找律师来帮忙。都分手了还那么热心干嘛？干嘛这样？好歹大家也都同学一场啊。还好他没有来，说实在的，我不想要麻烦他。副总好。哇塞！哎，现在我们是减肥成功了还是怎么样？什么啊？就瘦到连某人都看不到我们的存在啊！哎，副总的态度怎么会这样啊？还不就现实？以前曼丽是丽琴女朋友，她为了讨好丽琴，当然会对我们好声好气的。哦，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吗？是哦，那这样子以后遇到还要不要打招呼啊？当然要。你傻了？怎么说人家都是副总，不只要打招呼，我们皮要绷紧一点呢，在工作上更不能出错，免得哦，他找我们麻烦。好像也是哦。嗯。曼丽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可以叫小鲜肉养你啊。他都可以包公车接送你了，还有什么做不到？你很无聊哎。不要把我跟他扯在一块，好不好？不是说皮要绷紧一点吗？去上班了啦。曼丽，你今天都没有看到小鲜肉，你有没有一点点想他？没有，我都有点想念。我好怀念他的那个浓郁的 cheesecake。曼丽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我不想要谈姐弟恋，以后你就不要追着我跑了啦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，我是很紧张啊。紧张？既然你找我那么紧张，那你以后就不要找我，就不会紧张啦。不是啦，我紧张是因为明天就要比赛了。哦，是因为比赛哦？哎呦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们都吃过你的蛋糕，你的蛋糕超好吃的。你只要维持平常的实力，用平常的心去参赛，你一定能够拿到很好的名次。我就知道我很难保持平常心，因为这次的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展现实力，或许是一个可以让我回家的理由。发哥他常常跟我说，我们做儿女的就不要再跟父母怄气，我有听进去。18岁就离家出走，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很潇洒，可是离开家久了，我很想家，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理由。我这次参加比赛啊，都是发哥他鼓励我的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没有，能力够不够。自从我报名了以后，发觉我自己越来越贪心，越想越多。
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得到了名次，就可以拿来当理由回去见我妈？是不是我得到了肯定，我就可以抬头挺胸跟我爸说我做到了？是不是这样，就可以证明我离家做的这九年，我没有放弃，证明我坚持的不只是梦想，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。还有，就算你没有得到名次，你也在你选择的行业里面很努力的在实现你的理想啊。啊，我知道啊。可是我想回家了。的头抬起来看我，虽然我不能预测明天的结果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，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。手给我，然后把手握起来，跟我一起念：现在的我掌握力量，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嗯。现在的我掌握力量，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就是这样，这是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我在考试之前用来鼓励自己的一个小魔法，分享给你。把力写在手上，除了代表自己的努力之外，也代表着其他鼓励我的人所给我的力量。把这些力量都握在手中，所有的挑战一定都可以顺利通过的。明天呢，你就用这个，我保证你啊，一定会觉得全身充满 power， 什么都不怕。谢谢你。现在的我，掌握力量，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现在的我，掌握力量，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现在的我，掌握力量，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背起来了。84、85、86、87，我这两天拍了87张照片了。很好，相爱我，为了心如，羞耻心算什么呢？你在13张照片就达成目标了，加油，好吗？夏志文，你干嘛？吓死人了！我哪知道你那么胆小啊！这是要买给心如的，款式很普通哎，而且怎么看起来这么大件啊？哇，心如的脚也好大哦！哎呀，这不是要给心如的啦，别管那么多。是妈跟我说你跟心如还没和好，我特别来关心你的，居然叫我不要管。哎，你怪怪的哦。那些衣服如果不是
要给心如的，是要给谁的？老实说。哦，就叫你不要管嘛。你该不会是劈腿了吧？怎么可能呢、啊？那你为什么会有女装？也不是要送给心如的，也不可能是要送给我们的，难不成是你自己要穿的？弟，难不成你有变装癖啊？哎，我没有。哎呦，好啦啦，我直接跟你说了，真的是心如要我穿的。怎么可能？心如叫你穿女装干嘛？他就说要我穿女装跟100个路人拍合照，他才可以考虑原谅我。哦，所以是心如给你的惩罚哦。那你做了吗？嗯。哇，这根本就不只是惩罚嘛，心如根本就是在整你啊。我知道心如在整我啊，可是我为了让她消气啊，你就算要我裸奔啊，我咬牙都会去做的。不过还好，心如没那么狠心。不，心如很狠心，只是她不是对你狠心，她是对路人狠心。哈？你穿成那样子，跟你拍照的路人回家都要做噩梦了吧？你做错事被整就算了，那些路人很无辜哎。喂，好啦，不逗你啦。不过，你真的觉得你这次乖乖接受惩罚，心如就会原谅你吗？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你哦，不要再走一步算一步了啦。你要找出自己的问题，好好改进，这样心如才会再给你机会。我知道。阿妈也骂过我了，而且这一次经历那么多事情，我是真的深刻反省，我会改进。你每次都这样说哎。姐，我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稳定下来，我想要成为一个可以让人依靠、有肩膀的男人。其实我也没再发什么大梦了，我有去找工作，而且找到。真的吗？嗯。你怎么没有跟我们说你找到什么工作啊？就是等一下，因为热水器坏掉了，我帮你烧热水，我进去倒，你等一下就有热水可以洗了。不用跟我道谢啊，照顾你本来就是我责任。所以你刚刚洗冷水澡？对啊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要不要再冲一下热水？不用，没关系，你赶快去洗，快点。真的没关系吗？真的可以啦，你赶快去洗澡吧，快点，要不然水都凉了。
好，快去洗，快去洗。有时晴朗，有时无常，一辈子的天空，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，缓下步伐，再不莽撞，闷着头往前冲，用尽我所能。刚刚谢谢你。哇，对啊，这是隔壁的北北送来的绿豆汤。要不要睡屋里啊？不用了，还是睡在帐篷就好了。反正阿嬷不在，你可以睡屋里啊。不行了，我已经答应过阿嬷，就要说到做到。嗯，好吧。每一个日出都有感触，都是幸福，我愿无图，背着爱的包袱走得义无反顾。你休息，不然我来洗就好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脚步在你灵魂停住，很专注，很幸福。果然还要继续工作。会不会淋湿的？郑一杰，郑一杰，应该睡着了吧？不要吵他好了。这雨应该不会下太久吧？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人，
感情是肉做的，我又怎么舍得看你哭到都累了还倔强撑着。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，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，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，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。我也没看到人，就替我找不到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。该不会还在睡啊？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真的还在睡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，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，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，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，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收藏那些心碎，别白白浪费，人不都是边爱边学，求一个无悔，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金姐，起来吃早餐咯。珍姐，起床咯。珍姐，好烫哦！珍姐，珍姐，你还好吗？珍姐，珍姐，哎，起来！喂，你好，我想要预约马律师咨询。对，今天。不行啊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再看一下时间，我再跟你们联络。谢谢。律师怎么都这么忙啊？唉，要随便约一个今天咨询，好像不太可能呢。何尚德，那个比赛，
有冠军呢。没关系啦，这次没有得名，下次还有机会嘛。我得第三了，我得到了第三名哎。你得到名次了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谢谢你，你那个力量真的很有用哎。有，不用谢我啦，是你自己真的很棒。情绪有好点了吗 ？Sorry 啊，我刚刚失态了。那不是失态啦，那叫做真情流露。你这样很好啊，人嘛，开心的时候本来就是想笑就笑，感动的时候想哭就哭，很自然啊，不用尴尬啦。对了。刚刚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忘了说，恭喜你，终于达成第一个目标，有理由回家喽。谢谢。那你愿意陪我去见我爸妈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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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没关系。你这个人也真是的。不是还处于很复杂的情绪里吗？你现在怎么又变得那么快啊？其实我只是问问而已啊，你不用那么紧张。如果这一次不行的话，其实下一次还是一样会有机会啊。你有什么机会？不会有那种机会啦。曼丽，我会努力让这个机会变成真的。现在的我掌握力量，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努力要用在对的地方，你不要乱用啊。我没有在乱用啊，我对你是很认真的。你该回家了啦。啊？可是我水都还没喝完。来不及喝了，因为我要回公司加班，没空招呼你了。走吧。可是你今天不是休假吗？你来之前我接到电话通知，说叫我回去加班，我要赶快准备一下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快走，拜拜。拜拜。什么？还编出什么加班这种烂借口？睡觉。舒服吗？药都吃了，怎么还是很不舒服的样子啊？
啊？你说什么？我现在原谅曼无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曼无收集这100张照片这么慢吗？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，人不都是边爱边学，求一个无悔，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